桶，人造马桶，人造马桶啊，超级啦，真的啊，好奇看错，人造马桶，哎、欸，数字蹦几秒？那这样那个，我不知道这多高哎、欸，我想去看看，好，可以有限高限地，不晓得玩不玩得到啊。中文字博大精深，顺序变得都会念得对，顺、嗯、序不影响阅读。二十分钟后限高八十，限高八十，好，好，对，然后那个随机说先是一开始哦，电话，对啊，它是四阶段的、啊，每一阶段五分钟，所以也是二十分钟。好的，好，所以跌超过八十会扣血，不会凋零，那二十分钟后才会。会凋零哦，对，那还好，凋零还好。然后，哎、欸，物资箱啊，开启二十个物资箱，要不要？可以去捡啊、哦。直接有吗？对，他说场上会有物随机生成物资箱，有10%几率出现风险物资箱，那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好酷哦，感觉很酷。怕怕好，对，打开被咬一下之类的。我怎么先打我？我这边远看的画面超可怜的。然后还有随机快乐，随机那个杜宇哦，挖石头有机会有杜宇。好好 好, 好，嗯。觉得中了应该就真的很幸运哎，0.5%哎，才是真的很幸运。我觉得0.5%还是蛮高级的。跟你讲，很容易中，真的假的？那有很多石头啊，这几率可叠加的。好，警报升级，分分分分分，耶不动，耶不动，耶不动，我要动了，动起来。没有，你这场没有中啊。怎么下去了？啊二，敲手心，都被敲了。啊啊我帮你把他打走。你打到繁星了。嗯，他记名就没做什么，有没有？他一直看过来，他一直被打，他一直走过来，一直被打。就这两个，这两个。哎呦哎呦，跑图！啊、哦，跑图取地图中。哎呀，欸、这跑图好酷哦！你看他那个进度，还有进度条。按错了，我以为是他还没跑，就原来我也是哎，他是按错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不就跑一下吧。嗯。给他增加一个广告吧。哎，对呢。我看他，看他跑珍惜我的广告。我看巧克力跑。好不好？大家如果很好奇那个什么左上角那个啊，大家就去搜寻一下那个 App Store 找一下就有了。对。哦，你已经放了。想说已经放了。我想说，我今天要关台之后跟大家，哎，那个哦，结束之后跟大家讲一下，然后之后再说。不是啊，因为我已经签了啊。哦，小雨过阵子要去当兵咯。对啊，小雨其实是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没有欺骗大家这么久都是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有女兵啊？那个小哥哥的声音喊一下，有没有？有女兵哎、欸，小哥哥的声音，他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借我调一个。啊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欺骗大家这么久，就是平常正常声音。我怎么觉得我听到小哥哥的声音？真的有点像。超垃圾。应有尽有哎、欸，拜托！真的，你为什么瞧不起女兵、啊？怎么敲的人越来越多了？继续敲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怎么要下去啊？去哪里？没有、啊，我们不用动了。等他跑、啊，等、哦、他跑，不然按照跑不用动啊。啊，哇！否认一下，不要不要不否认。嗯。继续敲，继续敲。好悠哉哦，超悠哉！原来我被欺骗了这么多年，真的连去场次都被我欺骗，是不是很强？很厉害。我天！哇，沙漠中的水池。啊！敲到麦克风了。
我们再要去买那个新的麦风麦克风架，感觉这个架子快爆掉了，就整天都一直往下掉。敲来敲去。错过几场，刚刚才第一场，跳跳还在那边跳跳跳啊！我们在第一场打蛮久的，对啊，现在才是第二场而已。真的，今天好久没有打那么久，今天欢乐赛不欢乐？这倒是真的，其实也蛮欢乐的、啊。再来就欢乐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今天不是因为顺便在测吗？对啊，今天只是测试，所以不是说很欢乐，所以应该讲测试赛。嗯，真的测试赛。啊，太久了！我们就像一群暴民在那边乱打人，然后一直真的，一狂打、欸，然后要多久啊？要多久？要多久？那我要打开 POE 练一下那个海滩的。那我去创个脚。太久了，太久了，捏脚捏太久了。拜托，你要安装好吗？你安装可以装很。我安装了好嗎，好、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昨天回家一到家我就安装好了。哇！所以等一下小雨讲的是什么？我说魔物猎人，哇！我跟你讲，跟你讲，凡希刚刚你是以为他是讲 POE 啊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他是不会玩，太骗了！当然是魔物猎人的，太骗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刚刚稍早就说，所以你们今天连线怎样？在骗呢、啊？在骗呢、啊？骗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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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看到你上了 ，Go Go！ 我先杀你。我要拿打火机烧你！我最喜欢烧，我最喜欢烧寿星喽！你不要逼我！哇！我好高！旁边村庄哎！村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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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一下有没有？哎，有铁匠铺，有铁匠铺！有铁匠铺，冲啊！铁匠铺！有在里面。书柜有没有书柜的？哦，我看外面。书柜。金苹果，金苹果！我来，我走了，我走。哇！哇！大颗星。被炸半颗星了，瞬间的名卡。半颗星没关系，谁半颗星了？来跟我拿金苹果一颗。太多了吧？太赚了吧？这个一颗。我来这一招。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走两个金苹果。同一招我已经不会上架第二次了，真是的。敲敲敲敲敲。这个很心机耶。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敲完了。哎，我还在打喷嚏。只好敲一点相思木走了。你觉得这样不行啊？这个危险，真的好可怕、哦。对啊，超可怕的。村民都被炸到坑坑里了。没关系，他们在那里会过得很好。嗯，真假的？等一下箱子就过来了。啊？这有一栋离超远的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边缘边缘村民人。我是边缘的。哎呀，杜鱼！啊、哎呀，哇，你看来你是神选之人，真的，神选之人。0.5%，我就说0.5%几率很高，你们还不相信？没人不相信啊，我们刚开始说很高啊。我没有不相信，哦、只有我觉得很低，有没有？我才挖第一颗，我都杜鱼了，我不敢挖。奖励箱会在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吓死了。是在地表上之类的吗？嗯，应该是。你也很难在地底。我要当一个农民，我不要挖石头了，我第一颗就爆了。哎、欸，杰瑞，你没有拿金苹果啊？你在哪里啊？哎，我在这。啊？好了，我觉得运气应该没那么差了，我再挖一次了。再挖一个。我靠远一点挖了。好可怕！什么鬼东西？太危险了。可是刚刚其实里面好可惜，里面还有弓跟箭矢，我没拿到。嗯，没办法。还是说回去看看，说不定在外面。哦，沙漠遗迹。被炸掉了吧？进去看看，虽然你要小心。之后会有魔物台吗？边界外不会，是 POE 台。会。哈哈哈！都有都有。哎，箱子上锁啊，怎么办？他上锁。敲爆！哎，好，只能敲爆了。对啊，你把敲爆。哦。对啊，为什么会上锁？有可能就是要你用敲的。嗯，他不给你看呢。
哎、欸，我是有看到一个啊，真的上锁了。你们要先准备哦，敲完之后赶快电光险箱。哇哦，没事没事，哦、安全 safe。出在玩哪？铁不是铁镐啦，太强了吧？那我也要去找。我也有铁镐啦。你们是找什么风险箱啊、哦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也看到一个了，就箱子啊，它有十发的风筒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、欸。我看到小雨会不会爆炸？哦、腰啊，不是腰修哦，这个好棒、啊。我比较怕旁边陷下去。腰修，腰修贵哦。哎、欸，十几个铁锭哎，有好多苹果啊。我是铁锭组合包，真好。嗯，好。哦，我回到钢壳屯遗迹看一下有没有弓。没有啊，刚刚这箱子已经被炸掉了，刚爆成那样子应该很难的吧？有，我刚刚看地上好像都没了。而且他还有岩浆。那个团团团刚地板上炸的这一些石头，可以让我少挖很多次石头。哎，黑曜石耶！附魔箱，附魔箱，真的假的？怪他厉害哦！他有那个黑曜石，然后铁镐。哦我们就差钻石了。真的？我只有一把钻剑。哪有的？还有一把那个啊，刚刚那个箱子里拿的两个金苹果的钻钱。我可以帮大家做盾了，我有四个，我有盾，四个铁。好。哦，中介珍珠呢？没有盾。哎，看一下。哇！那刚刚好。他不要啊！都出坏事啦！哦，你怎么大叫？我以为你摔死了。繁星久违的大叫了，欸、看到你们了。给你，这边有铁。嗡嗡，给你，可以。谢谢你。腾腾的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啊、你有了，不是？好，我来。啊哟喂啊，苦力怕了，对不起。啊，哎呦，啊。苦力怕，你不要害他被炸死哦！我一定拿打火机烧你哦。哎、欸，小哥到村庄里面了，小哥在村庄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他有东西。啊，去找他玩，去找他玩。只有他一个吗？我不确定哦，我觉得可能。高杰克，该打了啦！我们要秉持快速了结的传统。该打架啦！他们也有啊，打了！我吃了！吃了！你们先吃了，吃了！等等，我做铁桌，我只有十。他来看起来好凶哦！我只有十。在那边晃哎。没有，我要故意先拿十斧而已。他们在塔那边哦，两个人在塔。哎，他就有弓，他就有弓，小心哦。他就有弓哦。嗯，我刚看到了。好。哦、他把我哎、欸，他们其他人呢？我在附近走了，他去走了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山附近往前走。对对对，往山那边。河流旁过，哦、他们跑过去了。河流旁边。哎、欸，他们分开了啦，他们分开了。这边哈基跟他们分开了。走吧，我们不要理哈基了。哎、欸，在安全区外，他们要还没进，他们得进来。他们要进来。他们进来，可是我们要注意哈基背后哈基哦。对啊，哈基在背后。我们先把哈基干掉。好吧，我们去找哈基玩。好吧，我们去找哈基玩。我们吧。我们不会。他刚刚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往这个方向走。感谢定。不用定了啦，他去当兵了。对啊。不能在这里开台了，当兵。酷酷哦。我看到。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洞窟里面吗？过来嘞！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冲啊！喵！有掉东西吗？不是有掉东西？有！特点，死亡特点。按绿书哎，绿头颅，我记得是可以那个吧？那个是就是你按可以加八颗星，对对，而且是两分钟吸收的样子。那。谁血比较少，先给谁好了。现在大家血都，小雨血够了。小雨生日给小雨了，来，小雨生日快乐啦！他们晃过来了。嗯，我在找哈基不见，还是要绕回去啦？可能他们前面啊，他们在团们前面山坡上。嗯，记得可能在这个山后面哦，哈基可能绕过去，他们要会了。好的。我先做一个武器。你没有武器哦，我有十斧哎，你要吗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你也没斧，我看到他记了，他从我这边绕过来了。在哪里？他在负二三五负六六百。我看到他记了，我去堵他。好，你们去堵他。我看到他在山上，他在山上。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这个峡谷。他是不是去找我？OK，他应该找没有。
没有吗？想找他绕过去吗？这个方向。可他们在我们后面，啊、可他们在我们后面呢、欸。我追哈基佬。好，你追，你追，我们还在路上。会在追，会在追。可能跟你有点距离。没关系，我继续追。哦，跟杰瑞走。两个人一组比较安全。对，我们从中间这边走。我刚刚看我弓箭射过来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有哈哈，阿基还在被我追。好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？这个书是怎样？要打开看是不是。嗯。我看到我终于珍珠了，有人传送了。哎呦，我啦，是我啦。安全区外。哇。水哦。我丢珍珠，拉了哈基。圣诞的声音，哎、欸，所以特点在哪里呀、啊？在我手上了，不是不是，没有杀了之后又杀一个啦，杀完会，你身上会有吗？没有，应该会掉。哦，一本书，你有捡到哈？